查清楚这位姑娘究竟是什么人。遵命。吃饭去，饿了怎么办？九奶奶。 深夜造访，还请见谅。展大人不必客气，老身知道你会来，请坐。请。张姑娘应该熬得过来吧？张姑娘，老身说的是让展大人救回去受伤的那位姑娘。在下并不知道她姓张。 看来，目前他并没有生命危险。那就好。可是他身中毒箭，那点毒应该难不了他了。哦，九奶奶认识那位姑娘？不认识。可是在下亲眼看到红袖姑娘，是红袖的错。要是她早到一步，也许张姑娘就能够避过这一劫。在下不是这个意思。 在下是说，不知道这件事跟翠岭庄有何关系？原本倒没有什么牵连，不过那位张姑娘碰巧是老身要找的人，老身让红袖到洛阳找她不着，一路寻线追回开封，却碰上了现在的结果。这么说，九奶奶是知道什么人要加害那位张姑娘？老身若是知道的话。 那你应该不难想象的下手之人的后果。九奶奶，这件事包大人已交代展某追查。九奶奶，只要那张姑娘没事，老身倒不想管其他的闲事。九奶奶既然不认识那位张姑娘，却又如此对她关心，在下久离江湖，实在想不出。 到底什么时候在江湖上出了这么一位举足轻重的女孩？她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江湖人，只是老生非得借重她不可。敢问九奶奶，她到底是什么人？她是峨眉神算子，欧阳林的嫡传弟子，让你笨。难怪她能不畏剧毒。算命的。 既然会有如此百毒不侵的本事，大人，欧阳前辈虽然不懂武艺，可是，在江湖上却能与九大门派相提并论，就是因为他那些神奇诡异、令人匪夷所思的本事。哦，江湖众人也信灵异鬼神之说。刀口嗜血的日子，难免流于宿命。属下也曾听说。 欧阳前辈许多神奇异事，不过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传人。看来那凶手与翠影庄无关。不过学生觉得，那凶手非要置张姑娘于死地。大人，属下与公孙先生所见略同，所以派张龙、赵虎留在那姑娘身边。 大人，也许是属下多虑了。不过属下总觉得，那个凶手绝不可能就此罢休。一个算命的年轻姑娘，会与什么人结下如此深仇大恨呢？真的，这。 竹蜻蜓，大人，江湖上十大文明的暗器之中，竹蜻蜓排名第三，它的霸道可想而知。如此说来，江湖中使用这种暗器的高手，应该有限。属下也是头一回见到竹蜻蜓。
不过属下记得，当年魏总镖头就是死在竹蜻蜓之下。哦，可这是何人害死魏总镖头？魏总镖头之死到今天还是悬案。大人，这竹蜻蜓颜色十分怪异，显然是淬有剧毒。大胆！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了？洪哥觉得他突然间抽筋了，站着不停啊。张姑娘，他怎么怎样？张姑娘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说什么？谁杀人了？不要说话。哎呀，糟了糟了！斗子，你，为什么？千错万错，错在你不该让人认出来。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我们是同门师兄弟。你错了，那是十几年前的狗子，不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我。我不要因为你而失去一切。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同门师兄弟，就原谅。起来说话。啊，谢谢包大人。张姑娘，那死者阿星的真实姓名为何？我哪知道啊，回包大人，民女不知道。他是何方人士？我不知道啊。回包大人，民女不认识他。你说他叫阿星，你也说他一路追杀你到开封，你还说你早已预知他将被人所杀。
如今你却一问三不知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包大人，您不能怪我啊！您问的我都不知道，我知道的你可都没问呢。那就把你知道的从实说来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不过我得从头说起啊。说。在我15岁那年，哎呀，我碰到我那个倒霉的师傅。那天我一个人悠悠晃晃地走在往西京的路上，经过了一片隐秘的森林。我等你很。这不是我想要关在这个木桶里啊。那是谁逼你坐在这里面的？不用人逼我，我也出不来呀。为什么？我帮你。小姑娘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想出来啊？我。他们把我的手脚都砍断了，活生生的把我封在这个木桶里。是谁对欧阳老前辈如此残忍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师父是欧阳林？哦，又是那个九奶奶说的，对不对？张姑娘，继续说下去。哦，后来啊，我师父就要我跑到一个神秘的山窟里面，取出一本通天宝典，还有一大包的神器。可是我再回到山边的时候，我师父已经断气了。欧阳老前辈可曾告诉你凶手是谁？他是想说，问题是他也不知道凶手是什么人啊。就说是两个毛头小贼偷了他的听觉伞。听觉伞那只是传说，天下这有天爵伞吗？天爵伞又是什么东西？回大人，天爵伞乃是传说中无人能解的剧毒。没错，哎，我师父说啊，凡是中了天爵伞毒的人啊，无论人、畜、鸟兽、金石、树木，都会在一阵毒烟之中腐蚀溃烂呢。竹蜻蜓。大人，属下曾亲眼见到竹蜻蜓扎进石柱的情景，流着毒液，冒着烟。会不会那竹蜻蜓之上碎的毒就是天爵伞？哎，可是我师父有一瓶神仙露啊，说是喝了它百毒不侵。师父死了以后，有一天啊，我实在是太渴了，就把它给喝了。果然神奇，大人。这就说明了张姑娘何以百毒不侵的道理了。如此说来，那抢走天爵伞的人就是杀害令师之人。我想是吧。不过师父倒不十分在意是谁杀了他，反而让我一定要学会了通天法术去找那两个抢匪，就怕他们拿天爵伞去害人。用法术找人？师父说啊，学成了就一定找得着。你可曾找到他们？我那法术还没练成。
可我也不是一窍不通啊。嗯，我还撞上阿星啊，就是昨天晚上死那个。我想啊，他就是强匪之一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这我又得从头说起了。哎呀，我哎呀，说我到了洛阳啊，一待就是好几年，日子不好混。我在通天宝典里学到的东西，就成了我混饭糊口吃的本钱了。嗯，大概就在两个多月前的一天。怎么了，大爷？您这卦，你快说！你真的要我说？说啊！哎，你不要吓我嘛！你说什么说？好，我说，您别耍狠嘛！听好了，嗯，二十年翻腾一场空，黄泉路上又相逢，文曲巧会东窗事。哎呀，引颈遥盼武英风啊！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不是说了很清楚了吗？你东窗事发一场空，黄泉路上武英风了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大伙可以作证，是你要我说的。是他要我说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嘛？卜卦就是卜卦，这灵卦四千啊，是我师父传下来的。你要生气啊，尽管找我师父去好了。那狗屁师父到底是谁？哎，你不要乱说。哼，我那师父啊，可是天下第一神算呢。哼，惹恼了他，当心他让我揭了你的底。那他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欧阳林。说实在的，我只是想吓吓那个痞子，谁知道真的把他给惹火了。街坊的人警告我说，去得罪那个江湖黑道杀手阿星，根本就是惹祸上身嘛。哎，当天晚上啊，我胡思乱想了一夜，我只知道他叫阿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是根本搞不清楚啊。可是我想到一件重要的事。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我有危险了。果不其然呐，在天亮的时分，有动静啊！要不然我迟早死在他的刀下。张姑娘，你可知是谁杀害了他？哎呀，包大人，如果真有师父那通天神算的本领，我就可以知道谁是凶手了。若你所说属实，再遇见那凶手，你可认得出来？就算他化成了灰啊，我也认得出来。张姑娘，听你说来，这命案古怪离奇，本府自会详加查明。
在真相未明之前，没有本府应允，你可不得擅离开封。啊，包大人，这您放心。民女身无分文，想走也无处可去啊。先下去吧。谢谢包大人。